纯白色的极简风格贯穿整栋旅店，不特别说还很容易误以为这里是一间咖啡厅。而旅馆不仅走文青风，房间的设计还有一种未来的科幻感，简约的设计相当耐看。不仅如此，它更是全台第一家独家客房内提供旅客使用织品香氛系列，从外套、洋装、袜子都有自己的香味可以喷。客房内也提供了客制化的米兰香氛，让旅客能够依照当天的心情选择喜欢的香氛做使用，使得外宿体验更上一层楼。而这间旅店最为人称颂的不仅是其纯白的设计，还有五彩缤纷的果汁摆盘，有四款面包搭配三种蘸酱、五杯果汁饮品、一杯热茶以及水果优格，摆盘相当丰盛。品牌设计到用户体验，都已经成为目前台北时下最夯的旅店。公民记者刘巧文台北报道。